所谓中国对立陶宛进行胁迫，纯属无中生有、颠倒黑白。中立之间的问题是政治问题，中立之间的问题是立方背信弃义、损害中国利益导致的问题，不是中方向立陶宛施加压力的问题。中立之间的问题。 是中立双边问题，不是中欧之间的问题。我们敦促立陶宛立即纠正错误，不要甘当台独分裂势力和反华势力的棋子。